我哋今次嘅信息係講到合神心意嘅祈求啊，就係講到咧，即係我哋嘅祈求點樣合神心意。有時我哋會對於祈禱咧有啲不同嘅，即係可能有啲人擔心啊，神會唔會聽我祈禱啊？神會唔會啊？即係我所祈禱有冇果效啊？即係好多時我哋會擔心。其實呢個擔心咧，已經係屬於懷疑同埋唔信得過神嘅，係啦，已經唔合神心意。其實唔使擔心，因為我哋神好中意我哋嘅，呢個係希望大家記得嘅。好啦，咁第一咧就係喺祈禱嘅時候咧，要防備啲咩嘢啦？咁第一咧，我哋一齊讀呢個經文啊，雅各書一章五節開始嚇。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，應當求那厚賜眾人、也不輕責人的神，主就必賜給他。只要憑著信心求，一點不疑惑，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波浪，被風吹動翻騰。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裏得什麼，心懷異議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義。在這個經文裡面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講給我們聽關於神的性情，但也講到很多人祈禱的問題，就是心裡疑惑。疑惑的時候呢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，因為一個疑惑的人呢就是說呢，疑惑就會令到我們失去神的恩典。疑惑的人呢也都會缺乏信心啦，疑惑的人呢就會擔心啦，疑惑的人呢就會覺得神對他不好，這個就是一個即是會影響我們 一個心態。當人有這個心態的時候呢，這個呢就可以成為一個什麼呢，英文說 self-fulfilled prophecy， 就是自己應驗的預言。即是怎樣，譬如有人打球，唉，我今天真的輸了，那他就會輸了。為什麼？因為他的心裡面覺得會輸，考試哎呀都不行了，那他自己就會應驗這件事，因為他的懼怕呢是會令到那件事不行的。或者見工，唉，都不會請我的了，好像我這樣，誰有人喜歡我呢？ 那這個就是一個 self-fulfilled prophecy， 自己應驗的一個預言。那當我們有懷疑的時候呢，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，就說到波浪呢，波浪是沒有定向的，是不是？隨時會改變的。而很多基督徒也都是隨時會改變，但這個經文也都告訴你關於神一樣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怎樣呢？這個形容神有一件事很特別的，是形容他什麼呢？大家可不可以說出來？不斥責人，是的，口賜與眾人，口賜與眾人，也不斥責人的神。那這裡是告訴你關於我們的神的特性，就是很多恩典給我們的，口賜的，也都不會斥責。有一次呢，我在地鐵站，在地鐵啊上呢，就見到一個小孩子跟他爸爸說，我想吃雪糕。當他一說想吃雪糕，他的爸的手立刻舉起，個表情當然不像我現在那樣恐惡的表情，一舉手那個兒子立刻不出聲了，因為知道呢要吃雪糕立刻要打了。但是我們的神就不是這樣的，即是人就會這樣，你想要這件事有沒有搞錯啊？你怎可以要求吃雪糕啊？咁啊，即係要求咁高，但我哋嘅神咧係一個厚賜與眾人。當你深信神會做工咧，神就會做工嘅。並且佢唔鬧你嘅，即係佢會幫你嘅。就算你軟弱，神都會幫你。呢個係好特別嘅，即係我哋嘅神咧係一個，當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，佢就為我哋死一個愛我哋嘅神。神亦都係憐憫嘅，係恩待我哋嘅神嚟嘅。係有困難咧，佢依然幫我哋。所以咧，你不要說哎呀我這麼軟弱祈求神不會聽，那心裡不要這樣想，神一定會聽，神一定會祝福的。好啦，下一章可以推前一點，行不行？這個再請一陣推前一點，可以再前一點，你坐前一點。 OK， 好下一章。好，雅各書四章二節一起讀下。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，你們殺害嫉妒又鬥勾爭執也不能得，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，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，要浪費在你們的意念中。這裡講到就有兩個原因，那些人得是的，不祈求和妄求。即有些人就怎樣呢？他不祈求用什麼方法呢？他用什麼方法？意念中是意念中，他們用什麼行動呢？
貪戀啊，即係佢貪心，佢想得到，但佢哋卻唔去祈求。另一樣係乜嘢咧？殺害、嫉妒、又鬥勾、爭戰，即係用各樣嘅方法都得唔到。咁嘅時候咧，即係話佢哋係為咗自己嘅貪心啦。其實呢度雖然個經文嘅內容冇講出，係有第三個問題，一個不求，一個妄求，仲有另一個問題咩啊？啱啱我講完嗰啲係咩問題啊？總括嚟講，係一個貪心為自己係咪自私嘅心，即係呢三個問題啦。點解咁多人得唔到？因為佢自私。自私嘅祈求係未必會得到，因為佢只係為佢自己嘅。聖經講下要先求佢嘅國，只係為自己嘅時候咧，係未必得到嘅。即係有時人咧就會淨係為咗自己想得到嘢嘅時候咧，反而佢得唔到嘅。但佢越係放開懷抱，越係跟從神咧，反而越得到嘅。有一次我認識一個姊妹咧，呢、這個姊妹真係一個好大嘅捆綁裏面。咁亦都我知道，即係其實佢係面對困難，亦都可以話有好多姊妹面對呢個困難。咁佢就講俾我聽，佢話咧我就睇到一啲教導，嗰啲教導咧就話咧，你有信心祈求咧，凡事都得。咁佢話咧，並且嗰個牧師就話你有信心祈求，你一定會得到丈夫。咁咧呢個姊妹咧就話啦。咁佢就話啦，咁我就祈求啦，但我始終得唔到，咁啊令到我好懷疑神，神咧係咪會幫我嘅？嗱，呢個咧就係佢心裏面有一套嘅想法，神咧啊，神係會凡事幫助我哋，係咪代表話一定？譬如話，我想嗱，我本來唔識彈琴嘅，我祈求神咧，你將呢個聰明智慧賜俾我，我一定能夠彈到琴嘅咁，係咪一定會應驗咧？有些時候會應驗，有些時候不會應驗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神有他的計劃，即是我們的祈求不會超越神的計劃。聖經也講到是按照他的心意去祈求。當這個人是根本是沒有這個音樂恩賜，他總是要求音樂恩賜的時候，他又不會求他自己的恩賜，即是其實他有些恩賜，他總有一些的，但他在那些又沒有興趣，因為那些要傳福音，要幫人，沒有興趣。但是他說我彈琴我很有興趣，唱歌很有興趣，好多人好有興趣領敬拜，點解咧？因為第一唱歌，第二咧喺人面前唱啦，哇！咁啊覺得好有興趣，咁就變咗佢用佢嘅心。咁咧人有時咧，佢就為咗佢話咧，我好想能夠得到個丈夫。咁嘅時候咧，佢係用佢嘅心意啊。咁神嘅心，即係話神願意俾我哋，唔係代表係用我哋嘅方法，神用佢嘅方法。神可以令到呢個人享受婚姻。同埋咧，當呢個人唔係咁大壓力咧，佢可能咧亦都更加容易得到佢嘅配偶啊。但係佢越大壓力咧，佢越得唔到，因為佢咧佢就話，因為呢個緣故，佢對神懷疑。第二咧，佢就令到佢咧個人咧有一種憂鬱嘅情況，成日都唔開心，變咗唔能夠享受生命。其實咧，無論我哋係結婚或者係單身，我哋都會享受嘅。當呢個人成日有愛心又有即係能夠享受神嘅時候咧，佢更加容易有朋友嘅。當然我唔會話人用呢啲方法嚟得到配偶，但係咧，當你越係沉重咧，你越係得唔到配偶。但係一個人越輕省嘅時候咧，越喜樂，又成日祝福人嘅時候咧，神咧即係更加容易咧，係透過佢認識嘅人中咧，為佢預備一個配偶。其實神亦都喺永恆裏面喺天上已經寫咗嘅，係呢個預備。但係當我哋成日都係諗住要得乜嘅時候咧，未必得到我哋想要嘅。咁希望大家唔好妄求，又唔係貪心，又唔係初頭就即係懷疑神啦。好啦，咁按照神心意嘅祈求係點樣樣咧？我哋一齊讀下馬太福音六章七節：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許多重複話，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。你們不可效法他們，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，你們所需用的，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。咁呢度講俾我哋聽，關於我哋嘅神一個好重要、好重要嘅特質，大家睇唔睇到有啲咩特質啊？神已經知道我哋嘅需要。係啊，但係咪神知道？不過咧，就總係唔俾咧。嗱，有啲人就話神係知，不過佢硬係唔俾咧咁。咁呢個對神有種乜嘢嘅態度啊？懷疑啊！不信，覺得神咧唔係咁好嘅。嗱，譬如我哋今日用今日嘅分享嘅例子啦，子立咧咁，其實比較長嘅時間都有唔開心嘅，係咪？但係神最後都將喜樂賜俾佢喎，係咪？你有冇覺得好特別啊？我覺得好特別。好特別，感謝神啊！你哋有冇覺得好特別啊？
有好特別喎，好特別喎。所以我哋真係要竭力咧幫助子立，子立又竭力幫助自己，成日喺神嘅愛中，成日放鬆個心口，放鬆曬重擔，讓佢保持呢個喜樂。並且唔單止佢有，個個都有。並且咧唔係淨係祈禱嗰時喜樂喎，係成個人成日都喜樂，以致周圍嘅人見到咧就會話：哇，信耶穌咁開心，我都想信耶穌啦。咁即係影響我哋嘅生命。其實我四圍都去影響好多人喎，即係其實就算我今次埃及嘅旅程啦，有不同嘅人，不過唔講咁多，即係講呢兩個最特別嘅個兩個先咁啦。即係都係神去祝福我哋嘅，咁所以希望大家咧深信神早有預備，一齊講啊！神早有預備，未祈求以先咧，神已經知道嘅。未祈求以先，神已經知道啦。神已經預備好嘅。神已經預備好。神其中一個名係咩咧？耶和華。以立佢係供應嘅神靈嘅，係我哋諗唔到嘅時候，神就會供應我哋，會幫助我哋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有信心，神知道。但係我哋下一步，神知道佢會幫我哋咧，呢樣嘢咧就好多人會懷疑嘅。但係我哋另一個信念就係話，神關心我哋嘅事，比我哋關心更多。即係聖經係俾我哋睇到咧，神係顧念我哋。聖經用咩例子咧？耶穌話：你睇嗰啲麻雀仔。他又不耕種，又不會有倉來儲存，但是神都供應他們。你看野地的爆發，這裡神耶穌用神的作為來給我們信心，因為這個就是神的作為。很多時候人想環境就用人的角度，即譬如就算安慰人都說你求吧，求就會給你的了，但我們要用神的作為。神供應那些雀仔，即是神的作為，他供應雀仔他都會供應你的。神又俾嗰啲野地百合花，佢嘅裝飾比所羅門所穿戴嘅更加美麗。即係我哋人所穿戴嘅，你望真下咧，即係唔係咁靚咁靚嘅。即係當然都有靚啦，即係有靚嘅面嘅。不過你如果你比較啲花瓣咧，比較啲花咧，真係咧，我哋所著嘅係唔及花朵更靚嘅。嗰啲花嗰啲花瓣咧係有一種嘅。很美麗 的 texture， 有什麼形容呢？即是那種的紋啊，那些紋理啊，那些顏色的配搭啊，你留心看看，真的就算一朵很小朵的花仔，那些花都是很漂亮的。那這個就是神知道，而神是會供應，那神也都會幫助我。你越有信心，神就越是給你更多，你越肯付出，神亦都比你更多嘅。所以第一樣知道神咧係必然供應嘅。約翰福音十五章七節一齊讀嚇。你們若常在我裏面，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。凡你們所願意的，祈求就給我們成就。就係當一個人時時喺邊度啊？神裏面喺耶穌裏面，亦都喺邊度裏面咧？神嘅話，神嘅話語裏面，即係點解咧？是不是只是看聖經呢？是默想，默想啦，還有什麼呢？遵從，即是在神的話語。有些人以為 我看完一卷一卷聖經，我看完了，我又查完聖經了，哇，那我識那麼多聖經，那我祈求一定應驗。這裡所說的不是只是識很多聖經，識聖經是誰，屬於我們身體哪個部分？頭腦，不是只是頭腦，是個心，直情哇！神咁好，神咁中意我，神嘅應許一定會應驗。呢一種嘅心係好緊要。有啲人話：哎呀，讀聖經冇乜心機啊？點解咧？佢單係好似讀一啲知識咁樣。就係當你讀嘅時候啦，譬如呢度好簡單，呢度講到神咧就會成就啦。哇！神會成就真係好啦，神會應驗佢所應許嘅，真係好啦。好似正先所講到嘅，我哋未求以先咧，神已經知道啦。哇！神已經知道曬啦。咁咧，神又會供應麻雀，何況你哋咧更加會供應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就成日將啲説話藏喺個心裏面，全心嘅相信，並且將相信咧遵從神係有福嘅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喺神嘅話語裏面，你唔係淨係個思想，係整個人喺神嘅話語裏面啦。凡你們所願意嘅，就給祈求就給你們成就。咁有啲人就話：好啦，咁我咧就會喺神嘅話語裏面，跟住咧我就想要求一個靚嘅老婆。我要求好多錢喺我銀行裏面，啊咁嘅時候咧，佢嘅思想係神嘅話語喎，但係當喺祈求嗰時咧，全部都係祈求佢自己妄求佢想得到嘅嘢，即係為佢自己嘅。
但係當佢嘅心喺神裏面，佢就會祈求神你嘅心意成就。咁有啲人話：咁啊，梗係我最想嗰啲神唔俾喎。啊，神就俾恩賜啦，佢短宣啦，佢哋又俾我啊。嗰啲其他唔俾我，呢、這個就係對於神一種懷疑，覺得神咧好似淨係俾啲，淨係嗰啲我唔係好想要嗰啲，佢就俾我啦。但其實當你先有神嘅國嘅心態咧，神就將一切我哋需要嘅就賜俾我哋，神會更加俾更多俾我哋嘅。但你做任何嘢你就唔好話神啊，今次我又做咗啦，唔該你快啲俾我。今次我又做咗，咁嘅神係交換，並且咧係一種好似個心底處最想最想就係自己得到嘅嘢，但你嘅心底處真係想神嘅嘢。但有啲人話好難喎，真係人咧，即係成日諗，梗係諗自己嘅嘢先啊。咁啊，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。但你越為神咧，神就越俾你嘅。即係你真心啊，即係唔好似話好啦，我做呢啲希望神將來祝福我啦咁。而真心，我行神嘅路，成個生命都係耶穌。即係每一個都係嗱，無論我哋係年輕人啦，或者年長嘅，其實我哋年長咧個時間係唔係好長啦，已經係咪？個時間唔會話唔會仲有八十年活㗎啦，係咪？即係年長嗰啲係嘛？即係如果長嘅就有五十年咁啊，八十如果八十歲到五十，一百三十歲都好長㗎啦，或者四十年或者三十年、二十年，但係你話我呢幾十年我就俾曬耶穌係永恆㗎喎，係咪？咁嘅時候咧，你所祈求神就會俾你，神會一路一路開路俾你。咁有啲人就好啦好啦，咁我要啦，不過快啲快啲俾我。有時神又唔係即刻俾我，點解咧？神睇重更加緊要係我哋嘅生命倚靠神。你越倚靠神咧，你嘅生命越提升，但係呢個提升唔係一日之間嘅。呢、这個提升咧，可能係需要一啲時間。咁你話我真係冇乜耐性喎，真係冇乜心機咁耐。但其實你今日開始感謝神，哈利路亞，心裏面充滿喜樂，你今日開始就會有果子，已經會開始有。但係當你只係好似睇到恩賜作為一種物件咧，可能唔係咁快有。但如果你睇呢個生命喺神裏面嗰種喜樂咧，你就可以好快脆有嘅。即係你今日就已經可以好開心翻屋企。你願意嘅話，你望到你家人即刻笑，咁你嘅關係已經改善嘅咯。你見到佢就好開心。並且同佢有連接啊，回應佢嘅説話咧，你就會好快改善啦。好多人就唔係好願意嘅，點解咧？因為點解？因為覺得屋企人講啲嘢太沉氣啦，屋企人要求啲嘢太難，於是冇心機。但如果你越係關心佢講咩嘢説話，你都回應，唔係按照人嘅方式嗱。當然你都關心佢啦，你未必係能夠俾到佢要嘅嘢，但係咧你嘅關心，譬如佢好關心佢嘅健康。咁你就真係留意佢嘅健康，問候佢，你有咩地方幫得佢，咁佢就會歡喜啦。佢需要拖地，咁你咧就拖地啦，並且存著歡喜嘅心讚美神，哈利路亞，一路讚一路拖地，一路讚嘅神咧。咁咧，你屋企人睇到嘅時候咧，佢就會改變。佢改變之後咧，跟住咧，你嘅家庭關係更加好啦。呢、这個就係、是、即係當我哋行神嘅路嘅時候咧，神嘅心意更加容易喺我哋身上。这個經文大家應該很熟悉了，是吧？我一起讀啊，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這裡有個什麼應許啊？加給我們了，給我們了，我們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就會給我們，神就會一路一路提升，我們的生命就會提升，成為一個充滿能力、充滿喜樂、滿有盼望、凡事都能的人。即係好似我咁，真係好多好多不同嘅情況啦。我係睇住啲人改變。嗱，我又分享另一次嘅短宣嘅一個經歷。雖然呢個經歷唔係一個好震天動地嘅經歷，但係我覺得咧係一個好，都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。喺呢個情況咧，就係我去到短宣嘅時候，咁我見到啲後生仔。咁我通常見到咧，我又梗係同佢哋傾偈啦，關心佢哋啦，又跟住我就話：喂，你祈禱好唔好啊？咁啊，咁佢就好。其實嗰啲後生仔喺度咧，好多時玩嘅，即係亦都未必真係有啲未必坐定一個罪。咁我咧就會同佢傾偈啦，同佢祈禱啦。咁祈禱之後咧，有一個後生仔就同我講，佢就話咧：我好耐都冇翻教堂。
咁咧，但係因為聽到有特別嘅講員嚟，我就嚟。咁你為我祈禱咧，我成個人鬆曬，成個人平安喜樂。佢話我真係對於神嘅心完全改變曬，我真係願意跟從神。嗱，呢個喺我嚟講真係一個好大嘅禮物，睇住一個人係好軟弱嘅，已經好耐冇翻教堂，就因為聽到有特別嘅講員嚟，於是咧就嚟到，而我咧就趁呢個機會就為佢祈禱，佢就即刻改變。呢個就係我希望大家能夠學到呢樣嘢。咁我都鼓勵大家，你抽時間固定假，或者咧係你能夠嘅話咧，喺放紅色假期4月3日，我哋會去短宣。如果你中間有人去得嘅話咧，你跟我哋去咧，你嘅信心會加增好多嘅。你會有即係有信心去首先去學習去為人祈禱啦，去輔導啦。當你做下嘅時候咧，你自己日常生活見到一個人，你都會能夠有機會嘅。呢個就係關心神嘅國度，你就會有機會，神就會俾你機會。喺我嚟講咧，我真係成日都見到人咧，就算幾困難都好，睇住佢改變，你都可以嘅。想唔想啊？想。哈利路亞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睇啦，歷代志下7:14，就講到咧，神祝福整個地方啊。即係神的祝福臨到整個地方，是人怎樣樣做法呢？神講埋俾我聽，有咩秘訣嘅？歷代志下7:14，這稱為我明白的子民，若是自卑、禱告、尋求我的面，主離他們的惡行，我必從天上垂聽，赦免他們的罪，醫治他們的地。其實我們的地咧係好多問題，咩問題呢？人好多罪啦，好多嘅憤怒，好多嘅離婚。甚至咧殺人啦、自殺啦、自殺又累埋人哋一齊同佢死啦，即係啱啱我哋見到呢、這個新聞，呢、這個飛機師，佢好大可能啊，即係我哋冇絕對嘅證據，不過睇上嚟咧係好大可能性，就係佢係有刻意佢想自殺。嗱，可能佢有呢個毛，有呢個病，但係佢呢個病裡面係咪呢個人完全冇曬理智咧？因為完全喺病裡面咧。他完全沒有理智，他都不能夠控制到個飛機的，即所以他有病不代表他完全好像迷迷糊，我不知道去到哪裡了，現在是駕駛飛機是按這個掣，即不是去到那個狀態，他都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的，所以他其實他是有問題，因為他處理不到那些情緒。其實我發覺很多人都處理不到情緒，就算基督徒都有不懂得處理，就整天被人壓住，被人影響住，就一直在那個壓制之下。但如果我們肯去處理，靠著耶穌呢，日日親近神，從神得力呢，就自然能夠處理的。那你怎樣得到這個醫治呢？在這裡講到呢，就是首先我們神的子民呢，是願意有幾樣東西做啊。第一樣是什麼？自卑。自卑，這個自卑是不是自卑感的自卑呢？不是啊，這個指導謙卑的解釋，在神面前謙卑，然後呢，跟著呢，禱告啦，尋求我的面，和禱告有什麼關聯呢？禱告和尋求神的面有什麼關聯和有什麼分別呢？尋求神的面，即是尋求神的什麼？神的憐憫和他的同在，神的祝福。所以這個尋求神的面，即是說進入神強烈的同在。所以這個祈禱都有很多種，有些是祈求。這個講到就是一個進入神強烈同在的這種的祈禱啦。其實聖經裡面都讓我們看到有不同的人呢進入神強烈同在，譬如好像撒母耳那班先知門徒，他們在整天就一路奏音樂，即是應該敬拜神、讚美神，然後呢他們都受感說話，即是聖靈的充滿狀態。這樣的時候當掃羅去到就受感說話，這個就是一個聖靈恩膏的狀態。初期教會也是當他們禱告的時候地就震動了，跟著那些人就被聖靈充滿了，就大有能力去祝福人了。在彼得在坐監的時候亦都祈禱的時候，跟住天使就來到了，鐵鏈又開了，就走了出去出了去監獄了。當這個保羅和西拉他們祈禱的時候，鐵鏈又開了，然後那個獄卒見到以為他們走了他自殺，怎麼知道保羅就帶他信耶穌了。這些都是一些他們祈禱的時候帶來的神蹟奇事。咁我今次咧去到，亦都見到一個人咧話俾我聽，有一樣好神奇嘅事喺最近咧係好多發生嘅，喺二十年左右咧係時時聽到並且上網大概見到，因為近呢20年咧亦都上網係更多人即係
聽到更多人的見證。以前可能有，不過咧，即係上唔到網啊，所以啲人不知道。咁有啲咩見證呢？就有好多嘅伊斯蘭教徒，佢哋喺夢中、喺異象中，有啲咧就係見到耶穌，有啲咧就係佢哋尋求創造天地嘅神，到底你係邊個咧？神啊，到底係我點樣面對呢個困難呢？神啊，你嚟幫我啦！即係佢喺一個困難嘅時候，佢就從心靈嘅深處去呼求神。耶穌就向佢顯現。咁其實我都有涉獄過一個伊斯蘭教徒咧，就係佢咧就係祈禱嘅時候咧，佢就見到耶穌，由耶穌帶佢信耶穌啊！耶穌帶佢信耶穌。咁咧就係即係神嘅同在咧，就會臨在呢個地方。我哋越有神的同在，我哋為啲人祈禱就會見到不同的異象。在我為人祈禱，我真的見過很多很多。我1998年經歷聖靈充滿，1999年的時候，我就在安卡林的報道會就為人祈禱。當時有一個人，我就記得他叫陳美麗。陳美麗。是啊，陳美麗。在祈禱的時候，他就見到天使，天使來。其實不同的人我都見到，即是神是很大作為。譬如 Ezra 在我們當中，以斯拉，他也上過天堂，又見到 天上的生命冊，又見到想子記錄冊、即是神就一路一路各樣的方法去讓他經歷到神的同在。這個就是尋求神的面，跟神有這種密切關係。你未得到又不要心急，又不要怨神，為什麼奇蹟都沒有呢？不用的，享受神，讓神按照祂的時間，因為神最看重是我們願不願意放下自己，有耐性地就是享受神，就是親近神，不是只要得到什麼能力，就是降服在神面前，就是好像撒母耳小時候，撒母耳侍立在耶和華面前，小時候就站在神面前，就是這樣，他願意親近神，神就會祝福了。尋求神的面，轉離他們的惡行，就是我們心中一切的污穢，一切的不好的東西。我們個個都有罪，第一步就是說你心裏面，我知道這個罪，我要憎恨這個罪，要抗拒這個罪，不要留在這個罪中。這個就是抗拒所有的罪，在個心裏面不要說唉，很難的，很難的，現在說可以的，靠著耶穌可以的脫離這一切的罪。尤其現在上網很多的色情啊，我們呢靠耶穌要勝過這些，因為你要這樣想，這些所有的罪在神眼中呢，就好像我們見到個簡單用廣東話講一個屎氹咁差不多啦。你見到屎氹會唔會行過去咧？唔會。會唔會索幾啖咧？唔會嘅。尤其你如果去到一啲即係宣教地方，哇！你入去真係要忍氣，忍住道氣，快快手，快啲快啲快啲入，快啲出，快啲出翻嚟。即係喺神嚟講咧，呢啲罪就好似呢啲屎氹咁。咁恐怖嘅，神係好唔中意，神就唔能夠大大充滿我哋，所以我一定要處理罪，同埋負面嘅情緒，對神嘅埋怨，所有嘅負面嘅嘢，以我惡呢啲我哋都要處理，同埋因為人嘅緣故而發猛走，神都唔喜悅嘅。咁當我哋咁做嘅時候咧，神就會嚟到我哋，就會從天上垂聽，赦免我哋一切嘅罪，同埋醫治我哋嘅地啊，醫治我哋嘅教會，醫治天水圍區，醫治周圍嘅地方，醫治香港。醫治全世界，哈利路亞，感謝神。好啦，咁啊，聖經裏面祈禱得應允嘅例子，出埃及記17:10，一齊讀下。於是約書亞照著摩西對他所說的話行，亞瑪力人爭戰，摩西、亞倫與胡爾都上了山頂。摩西何時舉手，以色列人就得勝；何時垂手，亞瑪力人就得勝。啊！呢度講到咧，就係當摩西一舉手咧，以色列人就得勝啦。呢度講到禱告嘅得勝，聖經都記載咧。另外一次咧就係敬拜讚美嘅得勝，即係我哋禱告咧就得勝，同神相連就得勝。一齊講啊！同神相連就得勝，讚美神就得勝，讚美神就得勝，禱告就得勝，禱告就得勝，享受神就得勝，享受神就得勝。但係好多基督徒咧，一日享受神有幾多時間咧？係好少嘅。是不記得了的，但我們記實，我們幾時祈禱就幾時得勝。當我們越看那些人的問題，越思想反覆思想人的問題的時候，就越不得勝，越想那些人的問題就越辛苦。但何必呢？為什麼想一些不好的東西呢？何必想一些不好的東西呢？想多一些神的恩典，
即係餵多啲好嘢入去裏面啦。有啲人就係總係成日諗，哎呀，你成日都咁樣。嗱，如果好嘅就話，唉，真係辛苦啦，面對佢，佢幾時會信耶穌咧？佢幾時會改變啊？這個都係想去改變，不過咧諗得嚟咧好煩啊，好重啊。其實神唔係係咪想我哋好重咧？唔係喎，因為你勞擔重擔就要嚟到耶穌嗰度咧，得到安息，得到安息，重擔交俾神，讓神去處理，讓神去幫助。我哋越放手咧，就越輕鬆喎。所以嗰啲對你好嘅人，你越輕鬆，你就對佢有笑容。你越笑容咧，佢就越容易俾你改變。你又願意同佢做任何佢想做嘅嘢，好簡單。佢翻屋企，你只係同佢攞拖鞋。咁你哇唔慣喎。譬如你爸爸媽媽翻屋企，你可能唔慣，但係當你咁做嘅時候咧，佢會覺得哇，點解你咁乖？你今日咩事啊？咁啊，今日咩發生？其實攞拖鞋好簡單嘅啫嘛，係咪？但係佢就覺得你愛佢啦，關心佢啦，或者你嘅丈夫、你嘅配偶，雖然佢唔好喎，雖然佢唔好，但係你越猛，越個心裏面唔開心，越多皺眉頭，佢見親你就皺眉頭，佢就越唔改變。但你越對佢好咧，由小事開始，譬如佢飲水，你即刻同佢攞水，咁你話佢冇腳咩？因為佢自己唔攞水。但係你個攞水唔係佢因為冇腳，係因為我哋出於愛心。總之佢想嘅嘢，即刻我就幫佢。咁嘅時候咧，佢嘅心裏面就被即係我哋嘅好行為咧一個好嘅見證啊！咁啊，求主幫助我哋事事同神連結，得唔得啊？事事同神連結，嗱，有摩西呢個德性。OK， 嗱呢度啦，就係睇到咧，咁啊當時咧摩西嘅手攰喎，跟住咧亞倫同埋會議咧就幫佢舉隻手，並且後來用個石頭將佢晾起隻手，咁咧就係支持啦，一齊支持，一齊禱告嘅時候咧就有能力啦。好，咁另外咧就係列王記上第三章九節一齊讀下。所以求你賜我智慧，可以判斷你的文。能辨別是非，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群呢？啱前邊嗰個呢度咧就講到所羅門啦。當佢做王嘅時候，佢就求神俾佢聰明智慧。啊，好可惜後來所羅門佢係有犯罪，咁咧就好多人覺得咧就係、是、箴言啦，同埋傳道書都係當佢後來悔改嘅時候先再寫翻喺佢老年嘅時候咧，佢就悔改。但係咧，佢好可惜，佢中間嘅時候咧，就跟從咗佢好多嘅呢啲妃嬪啊，啲女人啦，即係其實咧係男女嘅問題，係一個可以造成好大嘅問題嘅。但係你越聽神話，神就將個最適合你嘅配偶賜俾你。但係你唔聽神嘅話，男女嘅關係可以成為一種捆綁。我見過好多人，無論男同女都係嘅，成日都係因為男女嘅問題咧受影響嘅。咁但係所羅門咧，佢就祈求神俾佢聰明智慧，神就喜悅啦。下面咧。列王記上三章十節一齊讀啊！所羅門因為求這事，就蒙主喜悅。神對他說：你既然求這事，不為自己求仇、求富，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，單求智慧可以聽從，我就應允你所求的，賜你聰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後也沒有像你的，在你所沒有求的。我也賜給你，就是富足尊榮，使你在世的日子，列王中沒有國王比你的。嗱呢度咧，神咧俾佢好多樣嘢喎，大家數下有啲咩俾佢啊？壽，俾佢長壽啦。首先第一樣先賜俾佢咩啊？智慧，聰明智慧，而且咧係以前冇人像佢，以後亦都冇像佢噶。哇，真係好大嘅智慧喎，係咪？神都可以俾我哋智慧喎，咁你唔使一定話以後都冇，以前都冇嘅，唔使咁大招。總之咧，你求神俾你有更大智慧，能夠喺當時嚟講，神即刻指示你呢個已經係最高嘅智慧。最高嘅智慧就係神嘅智慧，隨時神同你講説話，你能夠聆聽到嘅呢個第一。第二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冇求嘅啲我都俾埋你。嗱呢個係咪好好啊？神會俾埋你嘅，俾啲咩佢啊？富足尊榮，即係能夠有富足同埋尊榮。其實很多時候神會給一些我們沒求的東西，我第一次為人祈禱得醫治，那一次我是沒求到病得醫治，我只是求什麼呢？求神幫他經歷聖靈，那一次你沒有去，那一次經常沒有去，
咁咧嗰陣時我去一間教會去講道，即係我初經歷聖靈嗰陣時，嗰陣時你都見到我嗰個改變啦嚇，由未經歷到到經歷之後嘅改變，睇住我經歷，睇住我改變。咁我去到嗰個地方咧，咁我咧就去到一個教堂啦，咁我就問嗰、那個傳道人，我話我可唔可以為你哋教友按手祈禱？佢話可以。咁咧，然後咧就佢就話聚會之後去入一間房，即係佢唔想，佢唔知道其他人接唔接受，邊個想嘅就入間房。咁入間房之後咧，嗰陣時我都未識得叫佢哋企起身喎，企起身係會投入啲嘅，並且佢感受到聖靈嘅臨在。咁我當時就個個坐曬喺度圍一個圈，咁圍一個圈咧，逐個祈完好啦，跟住問佢哋你有咩經歷啊？咁跟住有一個婆就企起身，哇！我腰骨痛好翻。另一個咧又企起身，我膊頭痛又好翻，呢個係第一次，但我冇求到醫治嘅。咁呢個就係神咧可以，我哋冇求嘅時候，神都應允，神就已經祝福，因為神會提升我哋。即係其實神咧喺世上咧係猛咁尋找，唔係好似魔鬼啊尋找個吞吃嘅人嘛，係尋找可使用嘅人啊，佢中意嘅人，係即係中意天國嘅人，俾神使用嘅人咧，神係不斷嘅去尋找嘅。你想唔想做咁嘅人啊？俾神用嘅人啊，神就會尋找到咧，佢就會大大興起你，將你每一樣嘢由初頭有困難，一路變到冇困難並且提升嘅。點解神要等你去咁樣有呢個心呢？因為你淨係想得到呢樣嘢嘅時候，你淨係得到呢樣嘢，你就會驕傲啦。神想你係尋求神嘅心，然後神咧就會將呢啲賜俾你。所以你嘅心成日諗住神，總係諗住神嘅時候咧，神就會賜俾你嘅。咁我係好感謝神啊 ，Mandy 咧，佢話俾我聽，佢話神叫佢跟我學乜咧？佢問神啊，神啊，你叫我學乜？佢係講，佢話我就要神話俾我，你要學牧師嘅生命。咁我好感謝神，因為唔係我好，所以我會有呢個生命，係因為我唔好。然後咧，神叫我悔改嘅時候咧，我就睇得到哇！呢啲即係一切嘅軟弱罪啊！所有的困難都是即係受困難影響，都是傷害我的，我就放低曬呢啲所有一切，就不想再跟從呢些整個生命俾耶穌。咁之後咧就好大改變。咁喺改變的時候咧，神真係同即係唔單止同我講嘢，亦都同不同的人講嘢。咁 Mandy 都佢話咧，神有時話俾佢聽，佢話你睇下葉牧師點幫人啦，即係睇到我點樣用心去幫人，就因為我真心去幫佢。真正幫佢就唔係計較有啲咩得到著數，而係佢需要我就祝福佢。神就中意呢個心啦。大家可唔可以有呢個心啊？可以。其實你祝福人，你自己得福，你自己又越嚟越幫到人，越嚟越提升嘅。咁希望大家咧都好似所羅門求神嘅俾我哋嘅智慧。好啦，雅各書5:17一齊讀下。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。他懇切禱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。然後佢祈禱，又跟住又落雨啦。咁呢個圖咧就係講到佢落雨嗰時啦。咁咧就亞哈王喺度用嗰個戰車，佢咧就喺度跑。佢就話：你快啲走啦，快啲走啦，啲雨嚟啦咁啊！咁啊，跟住真係有大雨嚟到。咁但係咧講到以利亞係咩人咧？係同我哋一樣性情。因為後來佢都求死啊！其實咧，好多人都會諗過死嘅。有時喺啲困難嘅時候，唉，死咗佢啦，即係都會諗嘅。其實好多人都會有呢種嘅心態。以利亞都冇例外，但係神都會俾佢呢種能力。所以個能力係咪喺以利亞身上啊？喺神嘅身上，就係邊個掹住神啊？以神嘅事為念，掹住神咧，嗰個人你就可以好似以利亞一樣，睇到呢個大嘅神蹟喺佢身上。並且咧，神咧特別供應佢喎，一齊讀下《列王記上》17:4。你要喝溪裏的水，我要吩咐烏鴉在那裏供養你。烏鴉早晚給你雕餅和肉塊，他也係喝那溪裏的水。即係佢咧係冇嘢食冇嘢飲，但係咧烏鴉咧唔知走去邊個有錢佬嘅屋企。每日咧走去個廚房，得咗啲肉，跟住飛飛去嗰度。咁咧，然後溪裏面有水，就供應佢嘅需用。即係神咧係會供應我哋嘅需用。神咧係一個祝福我哋嘅神。以利亞佢先求神嘅國同佢義，呢一切就加俾佢啦。佢就唔需要擔心啦。神就俾佢喺個困難嘅時候得到供應。然後咧，佢呢個大神蹟啊，《列王記上》18:37一齊讀下。
耶和華求你應允我，應允我，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這民的心回轉。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，燒盡燔祭、木柴、石頭、塵土，燒乾溝裏的水。溝裏的水。好啦，呢度講到咧就係以利亞佢有呢個信心去祈求，亦都好勇敢喎。因為他面對幾百個嗰啲巴力嘅先知喎，哇咁多人面對，他根本係會，即係如果他不成功就死噶啦嘛。但係佢好勇敢，唔怕死。喺嗰陣時佢唔怕死，後來就怕死喎。一個女人佢怕，但係咧結果耶洗別係點死噶？俾狗係啦，佢死咗之後俾狗咬死。佢未死之前喺個樓嗰度嘅，喺上高嘅，拱咗落。下低跌死嘅，然後咧只狗嚟走嚟食。耶利米係咪唔係耶洗別嚇？耶洗別係咪好犀利啊？女人係咪係咪好犀利啊？好惡，好惡，好似好犀利係嘛？當神要佢死嗰時，佢就死啦，所以根本係唔使怕。但耶利亞當時都驚，但係佢咧喺呢個時候咧，神就俾佢哇，梗係聖靈充滿啦，哇乜都睇唔到。那幾百個先知一啲都唔驚，佢就放膽去祈求，求神咧降下火嚟，哇！燒埋石頭啊！你諗下，石頭點燒咧？要問我。你有冇見過火山啊？我未見過火山。冇見過火山，睇電視有冇見過火山啊？有。火山係咪融埋啲石頭啊？係啊。佢啲火咧就去到呢個程度，熱到咧連嗰啲火都去燒融啊！呢啲嘢燒埋。即神可以降火，根本神可以極大的熱能降下來。大家記不記得但以你那幾個朋友啊？那三個朋友那裡呢就不是神降火了，而是呢尼布加尼撒就用很大的火要燒死他們，誰不知他們進到火裡又沒有事，有第四個好像人子，應該就是基督在舊約出現，帶著一路走下去，跟著走出來又沒事，這個就是神可以賜火亦都可以保護我們脫離火的，這個就是一個很大 的爭戰而得勝。我見過有些基督徒很怕爭戰，他說我都不敢為人按手祈禱，跟著沾染，沾染呢我又有排搞。其實耶穌吩咐我們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行，就是其中包括什麼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但有些人呢就怕沾染，於是不敢為人按手，即是說怕一些人的教導就不遵從神的吩咐。但其實我們不用怕，如果我們是得勝的，耶穌得勝的，我們用不用怕魔鬼，根本不用怕。你的生命保持潔淨你就不用怕，你的生命裡面有罪咁嘅時候，魔鬼就要攻擊。我曾經試過一次同人趕邪靈咧，佢一趕，好兇惡，個眼神好惡，我就望住眼，奉耶穌名啲邪靈要走，走咗。佢即刻擰轉身，望住另一個人，隔住佢。我因為佢係背向我，所以我睇唔到。但係嗰個人咧就反彈啦，成個反彈，成個即係撞落去啲梳化度啊之類咁啦。咁佢咧就我哋後來問翻呢個人啦，被趕邪靈喎，點解你會咁樣？佢話咧，裡面嘅邪靈知道邊個人咧喺最終嘅，即係嗰個人咧就會受攻擊。呢樣嘢係郭師傅親自見嘅。你可以問翻郭師傅。咁大嗰個？我唔講名啦。總之當時嚟講咧，佢係一個基督徒，係一個侍奉嘅人，但係咧佢都有佢嘅軟弱同埋罪。即是話在罪中就會被魔鬼攻擊，如果你處理罪呢，那你說我未處理完怎麼辦呢？你就求耶穌赦免，神就幫助我，每天都求耶穌赦免，你就會得勝的。當你有情況要爭戰跟魔鬼對抗，將人從魔鬼手中救出來，或者在一班敵擋神的人中將人從魔鬼救出來，你就有勇氣。神啊，你幫助我有勇氣。那時候我跟林靜回去她鄉下的時候，去到點樣呢？佢啊帶我去佢屋企啦，咁啊好多親戚喺度行出行入，佢又行出行入。咁然後咧，佢行咗出去喎，但係佢啲親戚入嚟，但我照樣行埋。我係姚師啊，
啊，神係好好噶，神會祝福你噶，你可以經歷神噶，你想唔想我為你祈禱啊？跟住為你祈禱，佢翻嚟嘅時候，個個坐喺嗰度咧，全部都經歷聖靈。呢、這個就係神俾我嘅膽量，靠住耶穌得勝。大家能唔能有呢個膽量啊？去到探人，唔單止探嗰個人嘅，探埋佢全家人，個個都探問曬，個個同佢傾偈，個個都為佢祈禱。呢、這個就係個膽量。嗰陣時我同佢講有個婆，佢咪啊，佢就係有呢個病好痛啦。咁我唔單止為佢祈禱，佢全家人嗰啲所有嚟親探病嘅，全部都祈個禱。得唔得啊？你哋得唔得？被人祈禱就得，為人祈禱咧，你試去做就得噶。放膽其實係乜嘢啊？乜嘢問題啊？面子問題，你可唔可以放低面子啊？可以。放低面子，哈利路亞。好，下一張。列王記下二章九節，啊，呢個以利沙嘅祈求啦，一齊讀下。以利沙說：願感動你的靈加倍地感動我。以利亞說：你所求的難得，雖然如此，我未接去離開你的時候，你若看見我就必得著，必然必得不著了。他們正走著，說話忽有火車火馬將門隔開，以利亞就乘船風升天去了。以利沙所求的是什麼呢？願感動你的靈加倍地感動我，就是他很想聖靈更大充滿他，有神的能力去祝福人。你會不會這樣祈求啊？會。神啊，我願意聖靈充滿，也都求神幫我放低面子，因為有聖靈充滿而不放低面子就用不著的。但是不要怕，幾時都不要怕，不要緊的，不死得的，人家笑你不要緊，人家拒絕你不要緊。還有其中有很多人怕是什麼呢？沒有經歷，人們經歷又不要緊的。我都試過很多次祈禱人們沒有經歷又不要緊的，沒有所謂的。但事實上慢慢是越來越多人經歷的。以利沙就是這樣，他有這個信心，願加倍你的靈加倍感動他，一路一路跟著以利亞，一路跟著他，到最後哇，親眼見到火車火馬來到，將他隔開，然後將以利亞升天，哇，提他升天。你喜歡不喜歡見到這個場景啊？被提啊。你喜歡不喜歡做以利亞？哇，其實我們將來個個都會被提，在空中與主相遇，在帖撒羅尼迦前書，很浪漫啊。是啊。是啊，很浪漫啊。嗯，好，好可愛，這個浪漫，這個字很可愛。咁咧，即係神咧，有一日我哋都會被接升啲，同神有密切關係。其實我哋而家都可以同神有密切關係喎。好似阿以斯拉咁，佢會見到耶穌，見到天堂，見到咧。記錄冊。係啦，即係見到呢啲咁多，真係非常之好啊！我哋其實個個人都可以進入神嘅裏面，就算你見唔到，其實我到今日都見唔到。不過我又收到好多神俾我嘅教導嘅信息啦，最多係呢樣嘢。但係咧，我好感恩就係我時時都經歷到神嘅愛啦、平安啦、喜樂啦、能力啦，並且咧我可以越嚟越進入一種好靜態、好舒服、享受神嘅狀態，個靈同神嘅靈咧成為一靈啊！即係你可以越嚟越進入嘅，你願意放時間親近神，你就可以越嚟越進入呢種狀態。阿尼路亞，呢個就係咧被接嘅時候啦，而你。呢、这個火車火馬，呢、这個下面嗰個咧就係以利沙啦，上面嗰個以利亞啦。好，下一個，呢啲圖片係咁嘅，好多時畫到啲人都老。好啦，馬可福音十一章廿三節一齊讀下。我實在告訴你，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：你挪開此地，投在海裡，他若心裡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嗱，呢個經文咧，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冇乜可能嘅，即係移山有乜可能呢？但係我哋嘅神創造天地，佢可唔可以移山咧？可以，係可以嘅。嗱，當然移山呢樣嘢咧，唔係要嚟作為日常嘅活動之一。好啦，今日我移下呢個太平山啦。哇！唔該曬。將呢個山移咗去，唔知去邊度咁啊？即係移山咧，就唔係要嚟咁樣用法嘅，而係咧喺一個危難嘅時候，可能我哋被逼迫、被追嘅時候，神啊，將呢座山移喺我哋同埋敵人嘅中間，或者咧係行喺水面上，係需要嘅時候。咁喺歷史上咧係有記載一次咁嘅事情。呢次係我去開羅嘅時候咧，
係見到呢個見證，你上網都會見到的，你上網找，不過要找英文 Cairo C-A-I-R-O Cairo 就是開羅或者 Egypt， 然後就講到 Mountain Move 或者是 Cave Church Cave 山洞教會 Cave C-A-V-E Cave Cave Church 是的，山洞洞穴教會就是這間洞穴教會。咁呢個洞穴教會咧，嗱呢度入去我就冇影到嗰個圖片啦，即係有好多嘅座位啦。我諗嗰度嘅座位都有可能1000人左右啦，可能嚇。咁咧就係啲岩石喺上高，但又唔係遮曬嘅，即係一部分喺岩石遮住，一部分係露天嘅其實。咁咧就係以前咧曾經有人喺嗰度爆開，唔係呢個其實係近代嘅啫。我哋都見過嗰個神父啊，將嗰個爆開。咁而呢個山咧就喺以前。即係呢個係之前嘅事㗎啦。喺以前咧，當伊斯蘭教咧進攻呢個埃及嘅時候，咁咧曾經咧就有呢個情況。大家唔好而家唔好搜尋住啊！而家唔好搜尋，遲啲先搜尋。喺進攻嘅時候咧，咁咧就同啲基督徒講：你哋話耶穌咁真，耶穌又話可以移山，嗱你哋就移山啦。如果移唔到咧，我就殺死你。咁咧就有一個叫 Simon 嘅人咧，呢、這個人咧其實有一個好特別嘅經歷，係乜嘢咧？佢一個整鞋嘅人，佢就為一個女人咧就整鞋喎，就望到呢個女人隻腳咧覺得好靚，佢心中咧就可能動得猶豫，跟住咧佢嘅手咧佢就諗起耶穌嘅説話，佢話如果你嘅眼咧令到你犯奸淫咧，你就不如挖咗隻眼咧，就等你咧可以去到天堂，就好過你兩隻眼落地獄。他就手上揸住嗰啲整鞋嘅器具咧，就將佢自己嘅眼一吉吉落去，就挖咗隻眼。咁啊，當然我唔係叫大家去挖眼，不過咧，即係佢真係咁認真行呢樣嘢。咁我哋就真係認真唔好睇啦，即係嗰啲唔應該睇嘅就唔好睇啦。咁即係呢個人咧，佢對神嘅説話好認真。咁喺呢個情況咧，佢就去祈禱啊，同埋其他人一齊祈禱。跟住佢就講到記載咧，就呢個山咧移咗成。1.7公里左右，係啊，公里係好遠嘅距離。咁呢個咧，亦都係記載喺當時嗰個歷史。咁我哋可以上網去抄翻呢樣嘢啊。即係記載有幾正式嘅歷史，因為係當時嗰啲人嘅歷史，我唔知道。即係有呢個咁樣嘅記載啦嚇。咁呢度就係話咧，當有一日你面對敵人嘅時候，你會唔會話嗰啲敵人話要將你燒死啊？你會唔會有信心？耶穌是全能的神，耶穌都很愛你的，你給耶穌祝福你，你會不會有這個信心呢？或者呢神當時給你的感動，你會燒呢燒不死的，或者呢火呢埋不到你身的，或者呢神呢會在你的和敵人中間忽然間整個縫牆將你隔開的，即在神呢凡事都能，不過呢這個神的帶領，因為聖經講到當你受逼迫的時候，你不用想講什麼，聖靈會親自指教你講什麼說話，所以這句說話告訴我們，尤其在逼迫的時候，你會經歷到神的指示更多的，所以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。好了，我總括回今天所講過的，在祈求的時候沒有什麼呢？自憐，沒有自憐，哎呀好慘啊神啊，哎呀我周圍的人都對我不好了，我真的很苦了，哎呀我快沒工作了，我已經沒工作很久了，很慘了，這樣就一個自憐的心的時候，當我們在這個狀態就更加難得到神的祝福的。第二呢，懷疑神，不要懷疑神，就不要說神啊你去哪裡呢，你不幫我的神呢，經常都有些人覺得神好像後母後母這樣的，即不肯給好東西，不肯給好東西，只是給一些做事的，其實神不是這樣的。還有不要注目在困難，有些人經常都說哎呀我的困難很大，其實不用望的困難大家都知道了，望多些神的恩典，下一步的被自己的困難壓住，好像這個圖一樣，即是有困難壓住，經常都唞不過氣，經常都辛苦的。第三呢，單是為自己，經常都想著自己，你越為自己越得不到的。而我們應該怎樣呢？其實應該這些一起說，先與神有親密的關係，這個要讀一下，即是說呢，不用讀完，即係讀完一句講完一句先，即係首先祈求就同神有密切關係先，成日都親近神，由早到晚成日都諗住神噶。第二句啦，帶著愛慕神，感謝神的禱告，即係時時愛慕神，
享受神、感激神、成日忠于神的祷告，就更有力量，更加得到安慰。下一句啦，信神所有预备和供应，神一早知道，同埋佢会供应，佢唔系净系知道，佢会供应嘅。第四啦，关心神的心，即系个心里面咧关心神嘅嘢，个心好时挂住神嘅嘢。關心天國的事，關心神的國度，更多人得救，基督徒更愛主。其實呢，基督徒更愛主是更加重要，因為他愛主，他自然帶人信耶穌。太多基督徒是懶惰、隨意、被情緒影響。跟住下一樣，照神的心意祈求，就不只是為自己得到什麼，但你求神的事，神亦都會將你需要的給你的。下一樣，相信神成就大事，幾大都成，神都成就的，幾大神都會成就，冇問題嘅。下一句啦，求神發揮自己和別人嘅生命，呢個就係我哋要提升啦，生命要提升，自己提升，人都要提升，唔好淨係自己喎。下一樣啦，相信神靠主必得勝，一定得勝嘅。希望大家成日都有呢個信心，我讀一次，一路讀嗰陣時一路有信心嚇。先與神有親密的關係，帶着愛慕神和感謝神的禱告，信心早有預備和供應。關心天國的事，照神的心意，相信神能成就大事，求神發揮自己和別人的生命，相信靠主必會得勝，即是相信神一定會祝福。放低自己，放低自己之後，神給你的是超越你一切所有的。其實神給我真的很多，超越我所想所求，神都會給你很多很多。我們一起來到，首先來到神面前悔改，我們一起起身，神祝福我哋，啊，出去埋下一张先。求主帮我哋做咩啊？一齐读啊！求主帮助我们成为祝福世界的祷告的人。得唔得？就是一个成为一个时时祝福呢个世代嘅人，时时啦，我哋嘅祷告祝福周围嘅人，祝福自己，祝福呢个世代。我哋需要嚟到神面前自卑祷告，寻求神的面。轉離我哋嘅惡行，親愛天父，求你施恩憐憫，祝福我哋，幫助我哋啦，放低我哋嘅懷疑，放低我哋對神嘅質疑，放低我哋對神嘅抗拒，放低我哋被重擔壓住嘅心，就話唔緊要嘅，其實唔死得嘅，就算俾人鬧下唔緊要嘅，求主你幫助我哋，相信神你早有預備，神你有能力，有恩典，有慈愛，有豐盛嘅恩典，必定幫助我哋嘅。我们靠住耶稣必定得胜的，求主你帮助我们成为祷告的人，成为被主更新的，我们一起现在开声，主耶稣求你更新我们，赦免我们，首先赦免我们的罪，转离我们的恶行，帮助我们转离我们的情绪，转离我们的污秽，转离我们的不信，转离我们的怀疑，就全心相信神你必定祝福我们的神啊，你使用我们成为祷告的人，祝福这个世代。